推荐经典，收藏回忆，欢迎来到 GaleGame 藏经阁，我是考古 UP John。 2004年软巫喵推出了那个让他们公司深入人心的塔防 SLG 潮作之龙。故事讲的是，我们的男主是一个叫做布拉德的龙族，虽然有着龙族的能力，但对掠夺财富并没有什么太大兴趣，也不喜欢和人类产生冲突，天天与世无争的宅在家里办知性。但是他的未婚妻刘米斯可是个货真价实的霸王龙，虽然貌美如花，但是脾气暴躁，一点也不能容忍自己的未婚夫是这种窝囊废。他给男主下了死命令，建造豪华巢穴，并且要有足够的金银财宝，还要有一套出色的啪啪啪技术。本来男主还想耍个滑头，准备拖个50-100年落个清净，但刘米斯岂是省油的灯，不但定了时限，还主动跑去人类城市烧杀掳掠，嫁祸给男主，让讨伐队伍源源不断地打过来，把男主忙得不亦乐乎。这下我们的布拉德再也不能继续躺平佛系过日子了，只能老老实实地扩建巢穴，增加陷阱，雇佣魔物保镖，打退一批又一批的屠龙勇者。当然了，好处肯定也是随之而来，不但死在龙穴里的勇者都是财富来源，还有那么多美貌的妹子啊，抓起来循环利用，还锻炼了 H 技术，简直是一本万利财色兼收的好买卖。本作剧情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，这是个老婆鞭策自己老公努力上进，绝不躺平，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励志故事。玩法上是一个很少见的塔防式 SLG，那个年代和现在完全不同，没有那些王者农药类型的推塔游戏。如果大家在05年玩过 PS2 上的一个名作叫做《隐牢2》，可能就大致能理解这一类游戏的核心玩法。为了保护自己的金银财宝，在自己的巢穴里埋伏各种创意十足的陷阱，雇佣眼花缭乱的怪物保镖，想想都充满了有趣的各种元素。每个机关陷阱的设定和讲解都很详尽，还有配套的各种巢穴里的辅助设施，仔细研究要花不少功夫，对于爱好 SLG 的玩家来说简直是福音。更关键的是，软巫喵这个公司在往期节目中我就提到，他们是个专门研究游戏性的小厂家，在有趣的系统上面做的真是太好玩了，各种不经意的小细节小陷阱都透露出浓浓的恶意，比如用巢穴旅游指南地图引诱勇者来讨伐，比如把魔兽放进洞穴门口的森林里增加杀伤，非常充分地掌握了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人性弱点，把各路勇者们坑得不要不要的。而且很多人一想到塔防游戏，感觉就是对手残党们很劝退，然而本作里这些都是不存在的，你只要布置好自己的巢穴，配置好魔物怪兽，就等着勇者们自投罗网即可，那种运筹帷幄的满足感油然而生。综上所述，潮作之龙我给80分，一个充满轻松有趣元素的塔防 SLG 游戏，推荐给喜爱 SLG 这个类型但又不想太费精力刷刷刷的玩家。本作虽然故事剧情比较平淡，但是胜在流畅度很好，而且勇者屠龙这个主线套路在各类型游戏中简直是家常便饭，但是让你变成恶龙去坑害屠龙战士，这个立场转换的相当有意思，更何况我们的恶龙男主不算很强大，而且还颇有点儒雅味道的设定，让我们不但新鲜感满点，代入感也是超强。本作的实用度还是不错的，而且因为是击退勇者获得俘虏，所以凌辱戏不少，这哪里是什么勇者屠龙，完全是勇者上门送福利送温暖嘛。另外我觉得本作的故事大纲其实很写实啊，男主那么努力的盖房子赚钱就是为了等结婚，不信你看看游戏封面标题写得清清楚楚 I want to get married， 道出了多少宅男的心声，可见游戏制作人很想告诉我们，没有房子没有钱，宅男结婚难上天。毫无疑问，布拉德是个聪明的宅男，有大房子有很多宝藏，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的女勇者们前仆后继试图占为己有，与此同时他们当然也要付出代价。我们的布拉德是无比幸福的，不是吗？那么从这个故事中我们是不是又学到了点什么呢？往期本频道所有视频评分统计表在我的动态置顶里可以查看，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请一定要点击订阅打开小铃铛给个三连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